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，欧记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耶、yeah, ！大家好，我是隔壁转身教室。耶、yeah, ！又到我们公益车这个活动了。这一次，这一台 Toyota LA 这一台也是神车之一耶。我曾经拥有两台，我第一台买 1.6， 后来买 1.8。我都奇怪， 1.6 怎么那么耗油？哎、欸， 1.6 三速而已， 1.8 四速，差一速就差很多。高速公路就比较耗油了。其实它的外表真的还蛮漂亮的，应该算有史以来数一数二的了。就可能算不错。对，好，你看一下，也有小刮伤啦，可是最少整体看起来都还不错。我记得它有整理过了，哎、欸，它铝圈换这个没坏嘞，轮胎我记得还蛮新的啦。哎、欸，伊拢惊去路掉，你看人这胶条嘞，这个大灯我记得是小改。可是它最早没有污掉，完整度都还不错。看过来这边也是一样漂亮啊，利用稍微一点点刮伤啊啥，我给 game 了。怎么从诶，它是台南，对台南，我们台南直接开回来，表示什么引擎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可是就是在那边看，就是有漏一些油啊。等一下看来一些、啊，你四十几岁啊，棒球有些无小心的地头 A 嘞。无，我大家拢地头。大家无，你唔是在讲，我无地头 A， 因为我拼只卡。这一代的最容易就是这个烂料，算还不错，对，还不错。内装它这个是有套子，其实状况不是很好，对，不是很好。音响有点不灵光的啦，接触不是很好。后面的椅子反而比较漂亮，哎，没有人在坐啊。这是什么啊？是我的了，我现在试车了。哦，你在试车？对，它开两天没什么问题。泰山开两天没问题，这台车可以买了。我的车都被泰山开坏了。后车厢机呢，很深，空间还蛮大的，应该用不到了。它备胎都有，它的灯都没破，对，它灯很漂亮啊。哦，门板这边就有了，这边就一点点，这个是通病，反正前座都比较漂亮。这一台是单安，有定速，这个很厉害，但是不会坏的。里程数这个是 KN 的，187,000，哎，还蛮不多的。冷气应该会冷吧？冷气很冷哦，冷气很冷，很冷。因为是这个，因为是这个。我记得这一台的仪表板蛮容易坏掉的，时速都会转，里程数都会转，可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转速表，它转不上去。啊，不动了，这样看下来就知道，你看你是到往上爬了，你看，它把背起来，就是摇臂盖垫片啊，就漏很大，上面看起来都是这边都很湿啊。这个你看它有安全带，你看它这一个这么大的一个，它这边是一只脚固定而已，锁只有这个点，这容易断，水太多断了就哇，对，它已经断了，这雨刷水，它盖子不见了，雨刷水要大桶盖。一直洗，一直洗，一直洗啊！它上面都开始湿下来的啊！你看这种缅甸还是一直流落来，蛮多你都流落来，这可能爱修清洁嘞。传动轴、方向盘都还好的，避震器有换过啦，可是过来嘛，先掀起啊！这平衡橡皮都爆炸哎，你看，本来只系安尼啦，拢零起啊！底盘看过来还 OK， 你看这一代，是吧？灵感两只、三只哇！我记得它有花一些钱的，像这个都换过啊，有在开，其实底盘看起来还蛮扎实的。轮胎2021年的11周，同时换的1121，碟盘还可以。不过它的刹车哦，前面行程很差，到最后才会有刹的感觉。好，哦，没有，不会，左右一点点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再坚持了，我们等一下请巨哥来看一下好了。看起来很湿啊，哦，看到了，来这里分电盘。很明显，还能去用啊？对啊，会掉，有一滴快滴下来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一滴快滴下来了，这里有没有很湿？这里整坨是湿的，一点点而已。和尚头这一颗，下面这一颗三脚架和尚头，对了哈，和尚秃啊，哇掉了啦，这边有受伤，我今晚来快点加修化，它有点漆啊，所以我们看不到。来吧，这边一点点，整体算很优了。分电盘这个吗？对，这一层是 Olin， 它这个油封就没办法换。所以只能换整颗，因为里面的油就是机油。对，从这边喷出来有可能是凸轮轴的油封，因为它甩的话就会甩成这样。那这个就是要拆起来看了才会知道。最大一坨的是在这里，然后不用力气啊，冷冰哦。来，引擎脚来，都新的，贴纸还在上面。这一只也是新的，后面那一只也是新的。高压线的接头全部都是油，它表示已经满了，都会从这边挤出来。你看这挂高，你看你看哇，反正正时皮带、水泵补那些是一起换，啊，再来就是拆起来看油封嘛，有啊，好啊，这个就是换这一颗。啊，我刚好看到一个恒星感的橡皮跟来换，这个换上座皮带看起来它都有换过了，还蛮新的。啊，对，回上头，回上头要啊，东阿油爱换换的啊，站站的活化一下。
材料都在这儿。这个正时的舵轮，避震器上座，后面的小水管，水泵补后面的短水管，然后正时皮带，这个是气门室盖的火星塞油封，然后这是气门室的垫片，这个是气门室上面的那个盖子，前驱轴油封跟舵轮轴油封都先叫来预备，火星塞也是叫来预备的，黄金杆橡皮。然后水龟也是叫来预备的，看一下水龟有没有问题。分电盘，两个漏油有没有？好吃边水泵壶，漏油。哇，新的，装上去。它水是蛮脏的、啊。很脏啊，看起来都黄黄。非常的脏，这个备水桶也很脏，都要拆起来洗一洗。拆一支起来看，哦，真的要换了，新的跟旧的直接比，你看差多少？这座都断了，这个也断了，这个螺丝连拆都不用拆，然后螺丝垫都压坏了，啊，螺丝垫都压扁了。很硬，非常的硬，哦，整个形状都很完整，就表示它很硬。你看，硬的。现在看正时皮带，这一条就是它的正时皮带。我们要来看一下凸轮轴油封有没有漏油，干干的，没有漏。好，发电机皮带，对哦，还很新，你看都没有裂痕。哦，它皮带都有换过了。再来，就是水泵壶的皮带。这一条水泵壶的皮带，你看也都很新。这一颗马达坏了，裂了就没有救了。刚的水应该是从这边漏出来的，一层一层的剥开呀。下次不要做这么老的，这么老的很难弄啊。这壳全部都是油啊，全部都要洗，都干的，有没有？都是鸟盖漏下来的油而已。哇，越来越脏，越来越脏，有没有？然后锈都跑出来了，来，对，然后锈，哇，好可怕啊，是不是？哇，塞得很死。哎呦，有没有看到？怎么塞住？哎呦，够脏了吧？这可以换新的吗？干嘛换？你就通一通就好了，啊啊，你这么浪费钱，我操！想说换新的比较快，竟然被你老板听到，够脏了吧？我们还是换掉好了，好吧？干嘛换？你就通一通就好了，啊啊，你这么浪费钱，我操！好了，这样就可以把正时皮带拆下来了。皮带就松了，这种正时皮带就可以拿出来了。最重要的就是记号，然后箭头换一下，这是最笨的方法，也是最安全的。好，可以了。好了，套回去。这台不是普通的男装啊。再来就是调整舵轮，出来。有漏，这样拆起来就很明显。有，有漏。对，那我就把。去油油封换掉，因为这个还是要拆起来看的。哦，那就是这一颗油箭头，很好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水管在这，膨胀了。我决定先把它割破，因为它已经太胖了。这样就可以抽油尺了。先把这个拿起来，才不会抽坏。哦。好惨的，都是锈，因为它这边正常是平的，有没有？新的是平的，它已经膨胀了，铁环根本就出不来。哎耶，第二天了，来，我们把它这边都清干净了。主要是这边漏油了，那我们到时候会再清一次。水泵壶现在已经空了，它就靠这一颗、这一颗跟这一颗三颗啊，中间有个凹力。我们等一下再把这边擦一下，因为昨天都清过了。
个是水泵不要用的。这根短短的是你昨天把它割破的那个。对对对，你看原本长这样。那这就是水泵铺总成，然后里面有铺一个 O-ring。这个最难装的部分就是要插这根管子，然后还要放这个，因为你装上去变成没有空间，装上去要拆另外一头才有办法。喷水桶，连马达。我只是要塞到底哦。这个树脂我们要先塑进去，不然等一下塑不进去。而且原厂的树脂啊，真的很耐用。先来看 O-ring 的厚度，它的 O-ring 就这样薄薄的一层，所以为了避免有什么问题，我们还是打胶。来，胶打好喽，这样它就不会动了。这样上去之后呢，是第一步。再来呢，要把舵轮弄上去。好了。啊 ，Yes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 S 三，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，冬季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第二天。第三天了，对，第三天，接着要做什么项目？把凸轮轴油封换掉啊，这里油渍的痕迹，对啊，假设九万多换过，那基本上这个油封了嘛，了不起就是撑十万左右，而且我们都拆了，对啊，就换一换，对啊，这样就起来了，看一下上面有没有箭头，这个也是有方向的，为什么它的颜色会不一样？通常这种咖啡色的就是代表耐温比较高，黑色就是最一般的。皮带轮装的时候你看不到记号，对不对？来，你现在就看得很清楚，它的记号就是这里，这边有个缺口，这个就是记号。嗯。好了，这个是新的调整舵轮，把它勾进去。弄进去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对上面了。对，就是要把正时皮带弄进去，这样就对准我们的记号了。这样子正时就不会跑掉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可以看下面了，记号也都在，对不对？这样就都对准了哦。油脂就是插这一个洞，我刚刚用东西塞住了，这就是油脂的管子。再来就可以装浮力盘了，很厚一层。真好了，就要看皮带有没有紧，因为皮带要带舵轮。我该都洗干净了。哇，这橡皮也是很难挖的一个。巨哥同时要拆毛巾杆橡皮，让你来不及拍，就是我们的目的。竟然被你老板听到，这样就下来了，就可以换橡皮了。这个橡皮烂了，深一点红。哦。就好了，新的上座。
现在要来拆和尚头。哦哟，这一只就有奸细眼。好了，换一颗吧。行货。PVC 滑的橡皮，刚刚整个都是硬的。耶！一触即发，然后我们来看它的转速表，先看一下转速。哇，你看这边多脏，够脏了吧？很脏啊，多左右。哎，有转速哎，电脑有读到转速，哎，所以就是仪表板坏掉，那要送修。对啊，仪表板要送修。送修。哦，这个引擎很有力耶。我靠，这个水，什么时候变这样的？泰山说他的刹车怪怪的，刹车油也太脏了吧，整个都黑的，你有看到？拆分电盘，这一颗就是啦，非常的新。先对一下插头，对几号，然后我们把这里抹一点油，这边有一个新的 O-ring， 上一点油让它润滑，等一下再插回去，因为还有个东西要拆。先让它落好了，这样水龟就可以拿出来了。哎呦，要换了，你看都锈了，你看那个橡皮都膨胀，它就变成敞开封不住。有没有看到这个缝？它就卡住了。新的原厂的，这个就不打胶了，擦一下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换了新的水龟，它有附橡皮，外围我们清干净一点，这样子密合度就会比较好，锁紧它就不会漏水了。来看一下水龟这里有没有漏水，然后我们刚刚装的地方，这下面干净了，到时候看有没有油流出来就知道了。然后我们可以来看刹车油了，你看脏的颗粒都跑出来，让它慢慢浮出来。好，我们把最难的弄完了，应该没有再比这个难的。我们先苦后甘哦，从头到尾都苦的，应该没有漏吧？好了，我们来加压吧。这个是多少？0.9，什么？对啊，0.9，所以我们就加到一，来吧，来检查吧。啊，这里怎么在漏？啊，我们装的没有漏，这里是哪里？哦，我看到。Shit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里，这边都没有漏，好不好？它这一圈 O-ring 的地方会漏的，主要就是这一圈 O-ring。不过还好啊，只是上水管。你看它有漏，就这样，有没有？掉树脂了，掉很快。没有低了吧？还是水漏光了？放低，还有压力，水漏光的。好，再次。我没有漏了。没了。耶，最后一天了。对，仪表送修了。你看，我们上次倒新的，现在还又变成这个颜色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把它抽出来，再重灌一次，水换掉。哇，全透明的，你看水漏出来是白的吧？我洗了一整个下午，干净了吧？洗了大概几次？数不清了，没办法数。这个什么？新的，好了，这样子就不会动了。废水桶、库水箱之前堵住的都清完了，然后我们的刹车油也都干净了，好不好？干干净净，很透明。对。你看这个水桶很大吧，我们把它加满。好，水会喷，漏刹车油，耶，来嘞。对嘛，我就说嘛，应该是要回来。我们要来插插头喽。哎，动了。好了，再来就可以锁一锁，就搞定了。这样就搞定了。测试刹车，试一下啊！
太力，他已经太力了，不要踩那么大力。这些转速都有了，也都正常，他也没有异音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刹车行程，搞定，搞定。耶、yeah ！今年的最后一圈，这是公益车，好，一样三笔，前车主我们还有新车主，三笔一万六。上一台是 Sevilo， 这边有两张，这个是我们的清仓活动哦，我们都有勾一趴要作为公益活动啊，这一次是顺便捐啊，单位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有了，刹车有比较好的了，有没有？上次刹车就是好像会沉下去这样，哦，前两天都没有问题的。表啊，它转速不是坏掉了，我们表送去修理。雨刷我记得换的了，冷气我记得是本来就很冷的。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个月的公益车，喜欢的话就可以来下标，毕竟它是老车啦，啊，自己买这个就斟酌一下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试车回来了，其实这台车本来就不错了啦，现在弄完更赞了啦。换一些什么东西哈？机油、机油芯、刹车油、火星塞、火星塞垫片、气门式垫片、气门式螺丝垫片，好，节温器就是你讲的水箍、水泵浦、水箱筋、抽架、水泵、混连板嘛，我调嘞吼，水龟的橡皮、黄金杆。上座正时皮带都换了，正时舵轮、正时的油封、偏金轴的油封哦，那个我记得拆好几天。中水管、三脚架的和上头、怠速活门啊、喷子啊、喷水桶也换掉了。这样花了多少钱呢？总金额花了37280块。这个车换了之后，哎、欸，真的可以再站好几年的。毕竟它是老车啦，不敢说这样修完回去就不用再修，只是说可以延迟它的寿命。啊，你如果再接手一样再照顾它，它就可以再站好几年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好，喜欢真的可以。来标了，记得喜欢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这是我们这个月的噔噔公益车，好，拜拜。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，冬季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